听老人说，得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你看俺两委会多重视，把这个毡子啊用着罩罩起来，把它保护起来了。全体的老百姓都能像毡子一样，都能像那毡子的精神一样，勇往直前，所向披靡，把武陵庄建设得更好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